利利亚，赞美耶稣，哈利利亚，哈利利亚，赞美主，哈利利亚。主耶稣，我们要把今天整个毕业典礼从头到末了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你圣灵要与我们同在。主啊，你要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啊，不管是毕业生，不管是督导，不管是在校生，还是我们每一个被邀请来的家人，主啊，你在这个当中都要向我们启示你自己。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再一次的把今天的聚集从头到末了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使我们喜乐满意。主啊，使我们满有圣灵的同在。谢谢耶稣，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把荣耀颂赞都来归给我们的神，哈利利，好不好？请坐。好，现在在此正式宣布 MTC 侍奉训练学校毕业典礼。首先我们要来欢迎我们 YSCM、在这当中他们所要带来的一个开场的舞蹈表演，生命的更新。Yeah.
看到他们就充满了活力的，好，真的，我觉得那个你们知道，你们现在呢已经快要成为我们的 MDC 的最大科系了，你们知道吗？从以前呢是招生困难，到现在怎样招生非常的这个非常顺利的，就是歪了哦。好，没有关系，好，来，哎，喂，在这边。耶耶，我们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耶，我们可以胜过旧的我，我们可以从此不再回头，因为因着基督我们已经得胜，阿们。好，请各位站立起来，跟左右的人说，耶稣已得胜，耶稣已得胜。得胜，嘿嘿嘿，基督已得胜，嘿，他已胜过一切黑暗的仇敌。得胜，得胜，嘿嘿嘿，基督已得胜，嘿，他已胜过一切黑暗的仇敌。唯一的胜利，我们不怕付代价。请各位弟兄姐妹在唱到嘿的时候举起你的右手来，嘿嘿嘿，最后一个嘿的时候也举起你的右手来，好不好？那我们再一次从头来敬拜一次。得神得神，嘿嘿嘿，基督你的神，嘿，他已胜过一切黑暗的仇敌。得神得神，嘿嘿嘿，基督你的神，有气势一点，所以我们不只举起我们的手，也要举起你的脚，往地下蹬一下，好不好？让我们把无辜礼拜场的地板踩破。神的神，嘿嘿嘿，基督你的神，嘿，他已胜过一切黑暗的仇敌。的神的神，嘿嘿嘿，基督你的神。
胜利，唯一的胜利，我们不怕付代价，任何主义都向前行，黑暗都讨论，胜利大军敞开歌，相信主耶稣，嘿，爱的神，再次主耶稣已经得胜了，那我们胜过死亡，胜过黑暗，我们可以依靠主，不用惧怕。是的，告诉你旁边的人，耶稣已经得胜，耶稣已经得胜。哈利路亚，主是的，我们都是你的大军队，主你真的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在这个时刻，我们一起的回应，真的我们要更多的走出去传福音，主帮助我们装备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回应我们的主。神的军队，神的军队，你要走出去，要走出去，让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更多的去为神做那美好的见证，好不好？当我们在从头唱的时候，真的求神的火不断的来燃烧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回应我们的主，主，我们要更多的一起走出去。在这动乱的时代，是的，主，你帮助我们看见世上的灵魂。Thank you.
能，主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让我们里面真的更多看见这世界的需要的时候，我们不要再停留在原地了，而是主你帮助我们跨出每一个舒适圈，主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求主继续的点亮我们里面传福音的火热，我们一起大声开口来祷告，主是的，主我们要更多的回应你，主就是这个时刻，主你使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主我们更多来回应你的时候，主你带领我们，把我们跨越我们的软弱，跨越每一个我们困难的时候，主我们要更多的向你回应，主是荣耀，哦，先前你拣选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时刻里面，我们可以接着来跟随你，谢谢神的恩膏，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没办法跨步的时候，主你帮助我们可以跨出去，我们要学习跨出去。一个生命的更新，祝你帮助我们在这时刻，我们要更竭力的来回应你，主是的，全教的帮助，我们要竭力的欣赏，求主你帮助我们，主赞美你，主赞美。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主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我们可以一起受装备。谢谢主你帮助我们，谢谢主你呼召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也谢谢主你让我们可以有动力的来回应你的呼召，因为你的爱拯救了我们。主是的，这不是一个结束，而是开始，主这是我们一生要回应你的使命。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软弱不行的时候，主圣灵你来催促我们，真的一起迎上传福音的棒子。主让我们每一个学生，每一个真的你所爱的门徒，让我们可以竭力的迎上每一个主你感动我们的时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有信心的来回应主，求圣灵你来帮助我们生命的更新，真的我们要不断的来突破我们的限制。主是的，我们要依靠你，更有信心的走出去的时候，主我们真的渴望看见更多的人可以领受主你那永恒的祝福。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多看见世界的需要，看见你所爱的这些世上的灵魂，主我们就能够愿意为你去传福音。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可以跨过每一个我们所限制的，或是我们觉得不可能的，或是我们觉得软弱的。主你是使我们得胜的君王，主当我们软弱无力的时候，主我们要更多的来依靠你，主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主让我们可以在你的爱里面不断的被你来恢复，被你来医治，我们就能够一起来回应你，一起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使更多世上的灵魂可以回到你的家中。求主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耶稣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世人成为我心上人，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世万民做我门徒，我愿将全世界放在心上，因着爱进入世界各地，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门徒。Yeah.
请大家来思想，我们是不是有将灵魂放在我们的心上？让我们请大家来思想，说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拦阻了我们，是我们无法付出全心全意的来为主来传福音？让我们一起低头来思想，让我们一起来向神来祷告，求主你使用我们，使用我，我愿意尽全力的来将灵魂放在我心上，用力的来传福音，把主你的基督的爱来传扬出去，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向神来祷告。Oh.
的一生传扬基督真光，用我的一生，用我的一生传扬基督真光。让我们有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是的，求你让我们看见还有更多你爱的灵魂还没被得救。真的，我们接受装备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求主你来使用我们，让我们在每一个生命当中来活出你的爱，来活出你荣耀的见证，来让我们的每一个家人、每一个亲戚、每一个朋友，乃至世界各地都有耶稣你福音的角落在其中。求主耶稣使用我们，完成主耶稣你的大使命。所以说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好，弟兄姊妹请坐。好，哦，刚才主领的上卢弟兄呢，我记得好像去年吧，新生营的时候他才第一次带敬拜，对，那时候好像因我们就把他推上去，那不知道现在已经这么有信心的来带领我们，好，不错，跟你旁边讲来读 MDC 是对的，然后再找那个还没有读的跟他讲，你如果没去读就错了。好，麻烦那个如果你有那个督导哦，毕业生的督导，麻烦都要坐到我左手边这边来哦。哦，如果还有空格啊，那个你们大家哦，好。这个，因为我们等一下整个程序的进行哦，需要督导陪同学员上台一同拨穗跟颁领证书哦。好，这个我们接下来呢，要请到我们的总校长王天佑校长上来，来为我们传讲信息。那个投影笔在哪里？麻烦找一下投影笔。好，恭喜大家经过很辛苦的训练哈，那么今天终于要毕业了哈。那请毕业生再举手一下，包括 Y 的啊 ，Y 今年和金明比哈，哇，好。那今天是毕业典礼啊，你们真的觉得你们可以毕业了吗？啊，你们真的觉得你们可以？你们觉得你们可以毕业的标准是什么呢？好，这个是一个问题，对不对？哈，好，我们侍奉训练学校的目标是什么呢？啊，其实我们侍奉训练学校训练的目标就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一到七节。好，那么第一节就说：“我儿啊，你要在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怎么样刚强起来。”所以其实侍奉训练学校毕业的标准就是你有没有成为一个刚强的基督徒，有吗？你们觉得你们 今年要毕业的，你觉得你已经有变成一个刚强的基督徒的举手一下。你不举手立刻不能毕业啊，因为刚才不是这不是标准吗？啊，感谢主。但是呢，的确没有错，今天宜秀跟上鲁都不约而同讲到哈，其实毕业只是一个开始，不是一个结束。怎么样证明你是不是刚强的基督徒，其实是要从你毕业之后才能够知道。尤其是什么呢？基督徒够不够刚强，其实平常都看不出来。什么时候才能够看出一个基督徒是不是一个刚强的基督徒呢？就是你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能不能刚强的面对，这个才是显出你是不是一个刚强的这个基督徒。所以真的，你们这些已经今年要毕业的人，你真正的考验才到。来，毕业生彼此说，你真正的考验来啦。有时候呢，在学校里面我们是很容易比较刚强，对不对？因为有每一天每一个礼拜上课，尤其是歪的一个礼拜的训练，你们现在应该是最刚强的时候，是吗？现在最刚强。好，还没开始，他们不是受训过了吗？还没开始哦，还没开始哦，所以你们一个礼拜以后就变得很刚强哈。好，弟兄姊妹，我真的要说哈，其实弟兄姊妹，你有没有
嗅到一个味道，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都一定要知道，其实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艰难。这个很多的基督徒，可能很多非基督徒可能在等着这个世界啊越来越好，疫情过去以后就风暴就过去了，就越来越安逸了。不，其实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认识，神正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动荡不安。你们最近一定听到，如果你有认真看新闻，他就会提到一个名词，叫做现在这个世界正在面对一个叫做完美风暴。其实我觉得完美风暴的确有点怪，应该就是一个完全的风暴。什么叫做一个完全的风暴呢？就是所有的问题通通一起来，而且这个问题会一个牵动另外一个，这个就叫做完全的这个风暴。其实圣经里面提到的完全风暴是什么呢？就是四样东西，四支箭。来，我们念白色的部分，一个是什么？刀剑。一个是什么？饥荒。一个是瘟疫，一个是野兽。你如果去看今天这个世界，因为这个是讲到耶稣再来之前的这个景象，真的就是这四支箭通通射向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艰难，所以这个时候最能够显出你能不能成为一个刚强的基督徒。好，来，我简单讲一下，我们先讲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瘟疫嘛。那大家都知道这个COVID-19 真的让大家觉得哇，这个口罩要脱下来真的蛮困难的。好，感谢主，现在只有我能够脱口罩了。你戴口罩，现在只有讲员可以脱口罩。哇，原来要出国真的变得这么样的困难，有没有？对，我们十一月份要去马来西亚，好像也不一定能够成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政府开始跟病毒共存的时候，就说苏贞昌院长就不断地说，哎呀，最后一段啊，是吗？快结束了吗？新冠疫情快结束了吗？其实我们都知道没有，现在有一个更厉害的叫 BA5。 好，我们现在是 BA2， 对不对？BA5 呢，它是 BA2 的传染力增加20%，很厉害吧。好，这个你们很多人都知道，我前不久也感染了。这个坦白讲，我实在不大知道我为什么会感染的。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其实我是一个宅男，我很少出门的。所以为什么会感染呢？因为我大哥确诊，然后这个其实他确诊我不知道，所以我就去他家跟他讲了大概不到十分钟的话，我戴着口罩就确诊了，就这样。所以你看BA2 都已经很厉害， BA5 是这个比他传染力增加20%，而且他的病毒量比 BA2 增加34倍，所以那个痛苦会更久，那伤害会更大，所以这个绝对没有过去，所以好像真的是没完没了，这个是瘟疫。那再来就是当然就是战争，我们也真的知道现在面临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混乱的就乌克兰的战争。乌克兰的战争不是只有他们两个国家的问题，因为它整个影响的就是全世界，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很完全的风暴。因为我们都知道俄罗斯跟乌克兰是全世界小麦主要输出国，他们加起来就三分之一的小麦，乌克兰又是玉米的输出国，重要的输出国，80%的葵花油是从乌克兰出去的，所以就战争。然后你不只是这样啊，弟兄姊妹，你们如果前不久注意一个很重要的新闻，六月底北约峰会，你知道北约叫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其实它最主要就是美国美洲还有跟西欧的一些国家，就是北大西洋组成的一个联盟，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然后后来它慢慢扩展到东欧，所以俄罗斯就很不爽嘛，所以为什么要打乌克兰？但是呢，他们峰会呢第一次明目张胆的邀请谁呢？日本、韩国、纽西兰、澳洲，其实这些根本跟北大西洋公约一点关系都没有，邀来摆明了就是针对中国。所以现在这个世界跟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个氛围有点像，就是大家都拉帮结派。你们如果去读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就知道嘛。你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有什么轴心国、同盟国，就是大家都拉帮结派，所以这个一触即发，战争一触即发。弟兄姊妹，这个都是我们看到的。好，那再来呢，就是这个饥荒，我们也知道现在通膨非常的严重，
那么其实刚刚讲的战争加上疫情就引发了这个饥荒，所以我们都知道最近有一个国家破产，你们听过有个人破产、企业破产，没有听到国家整个破产。这个斯里兰卡的人口大概跟台湾差不多，2200多万，那整个国家没有油，没有粮食，很惨，总统跑掉。所以你看到就是这个不是第一个，还会继续有国家会破产，因为他们都负债很严重。好，那最后一个叫野兽。那野兽是什么呢？因为我最近在写这个系统神学的书，研究末世论，我就发现很多的预言家讲到这个野兽是什么呢？野兽也已经临到了，是什么呢？野兽为什么会跑出来吃人呢？很简单，这个叫大自然的反扑，就是人类的破坏了大自然，所以这些野兽就跑出来。所以简单讲，就是所谓的极端气候的时代已经来到了。弟兄姊妹，我们以前就早就听到说什么地球有这个臭氧层破掉，然后呢还这个冰川会融化，然后海平面会越来越高，然后温度会越来越高。其实我们以前听这些都觉得，那个是很久以后才会发生的事了，对不对？大概我死之前不会发生，但是你现在知道已经靠近了。你们知道有一个全世界最冷的地方在西伯利亚，它最冷-68度，这么冷。这个，但是呢，去年6月份，这个夏天38度破纪录，另外呢，你知道这个英国气象局他们曾经做一个预估，就是英国你们知道英国的温度是很低的，他预估大概到2050年夏天呢就会超过40度，但是没想到今年就刚刚过去7月19号，他们就首度飙破40度，到40.3度，等于是极端气候提早28年就来了。所以本来想2050年，我差不多死了哈，对不对？我现在呢，所以跟你旁边讲说，气候变迁离你已经非常靠近啦，所以你们有听到说那个海平面上升，第一个被淹掉的是雅加达，台湾是第三波会被淹掉的地方，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些都会提早发生，所以啊，这个最近这个有一个统一集团的董事长罗志贤他就说，这真的是很沉重，所有不好的因素都一起发生，且看不到结束的一天，所有不好的因素在这个世界上全部发生，且是世界普遍性的，真的是会蛮辛苦的。所以跟你旁边说，我们的考验开始了，所以我们能不能做一个刚强的基督徒，其实你现在才开始面对。好，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基督徒是刚强的基督徒呢？来，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预备，请。好，这段经文大家不陌生，这段经文我们常常在很惨的时候都是念这段经文，讲到一个农夫最惨的6种情况，无发果树，不发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没有牛，很惨的一个情况。好，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刚强的基督徒就是你在这样的情况你还要什么？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所以第一个刚强的基督徒就是你面对环境的时候你能够靠主喜乐。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毕业生，你们要活出这样的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不管环境如何你仍然能够靠主喜乐。好，感谢主。我记得我确诊的第一天我就写了8点感恩的事件发出去，就是要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们仍然要靠主喜乐。跟你们朋友说，你要靠主喜乐。好，我以前都只读到这个第18节哦，我后来发现最后一节很重要，最后一节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什么稳行在高处。所以呢，在当你在艰难的环境里面，你不但可以靠主喜乐，你还能够稳行在高处。哦，这个更困难。我们在艰难的环境
只要不要被打趴就好了，不行，你要还要再继续的要稳行在高处。好，我很佩服我们这个慧兰，慧兰他们前一阵子蛮惨的，他们夫妻都确诊，小儿子也确诊，而且烧到42度，你怎么办呢？父母都确诊，其实这个是最担心的事情，有幼儿的父母都确诊，小孩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慧兰他带着孩子去等病床，那个时候已经深夜了，哇，等到半夜，那你知道他发了 IG 说没关系，来，还有什么通通来，一起来，全部来，哇，这个是非常刚强的基督徒，稳行在高处的基督徒。好，所以你现在的情况是稳行在高处吗？好，你们这些毕业生现在稳行在高处吗？才刚毕业就没有稳行在高处怎么可以呢？那你的这个稳行在高处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里讲三件事情，第一个你要行，你不但要行还要稳。好，有的人呢 会行但是不稳，一下子高一下子低，这个一下子走一下子不走，这个一下子很热心一下子又退后，不行，所以要行又要稳还要什么高。有的人很稳也很行，但是稳行在低处，都这样，只要当一个很基基本本的基督徒就好了，当主员就好了，这个也不行。所以这是三个，所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稳行在高处，求主祝福你们毕业以后要稳行在高处，这个不受环境的影响。好，来先讲行，就是要快跑，在这里提到说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你跟神的关系，你的侍奉，你的追求都不停止，一直到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当中有多少基督徒，你从信耶稣第一天到现在都一直这个很委身在教会里面的举手，你从信耶稣到现在，哇，不错不错不错，这些人就是真的就是一直走一直走。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要稳，稳的意思就是说要，我觉得稳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习惯你才能够稳。所谓的稳就是它已经变成你生命的一个习惯。我们在侍奉学校里面，你们歪的也会一样，都会建立，帮助大家建立一些习惯。你们一个礼拜比较不容易了，你们两年的人应该已经建立一些习惯了。所以第一个，你要真的灵修要继续稳稳的继续做下去，你们已经建立了灵修的习惯，要稳稳的做下去。第二个呢，我发现我听了很多侍奉训练学校的学生，每一次他们分享这个这两年的课得最多帮助的就是倾听神的声音。这个平遥牧师是有送给你们什么东西让你们几乎每一个人讲的都是这个课程，可能因为这个课这个倾听神的声音是很多基督徒平常不会操练的，但是来这个学校里面就你们是上几堂课？只有六堂就每一个礼拜都要操练，所以你一定要继续建立倾听神声音的习惯。这个我觉得非常好，阿光这一方面是非常强，因为他们的牧师就是很会倾听神的声音。好，然后呢再来呢，很重要，就是你要建立传福音的习惯。这个你们在这个侍奉训练学校的时候可能会被要求去传福音，歪的也会去带你们去传福音，你慢慢的你开始建立了传福音的习惯，我鼓励大家一定要继续建立传福音的习惯。你们在学校里面是为了成绩，是的，为了要毕业才去传福音嘛，对不对？现在你要让传福音变成你的习惯，还有呢，要继续建立学习的习惯。你们在侍奉训练学校被功课要求要读经，对不对？要读书，对不对？你不要毕业以后就通通丢掉了，要继续的建立学习的习惯，还有继续建立守望的习惯。我们团队讲守望就是要三定，要确定、固定、稳定。还有呢，最后我要讲，你们要不但要行要稳，还要越来越高，就是你要不断的提升，所以你的灵修要不断的提升，不是只是一个习惯而已，你能够每一次灵修都能够摸到主。然后呢，你的奉献也要越来越高，不但是这个十一奉献，你还能够更多更多的奉献，不但为自己的教会奉献，也能够为宣教来奉献。还有呢，你的
守望的服事也要越来越高。以前你守望可能只是陪他吃个饭喝个咖啡，现在 你要求主让你每一次守望的时候都能够激发他的爱心，勉励他去行善。还有呢，服事也要越来越高啊。所以你们现在啊，你们这些毕业的人都有在带人嘛，一定有了哈。所以你现在是属灵父母啊，那你要期待你们这现在毕业的人还不是小组长的举手一下。现在啊，你们有人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小组长是吧？还不是小组长的举手一下。好，来旁边跟他讲说你要当小组长啊。然后是小组长的举手一下，小组长举手一下。啊，旁边跟他讲说你要当区长啊。啊，那已经是区长的举手一下，都没有哈。所以呢，就是要不断的提升嘛。你知道我们这些传道人、宣教士都是从侍奉训练学校出来，然后不断的提升出来的哈。所以我们这个奉耶稣的名祝福我们每一个啊毕业的学生哈，一生都能够稳行在高处。阿门。来祝福你旁边的人说，祝福你一生都稳行在高处。好，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要提升哦。所以呢，等一下我们开始就要来颁发我们的毕业证书跟奖状。那拿到你的毕业证书呢，代表的你就已经达到一个程度。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可以去训练啊，得着人、训练人、差遣人，这是我们学校非常大的宗旨。好，所以预备好了，我们呢现在开始，我们要来颁发毕业证书及奖状。PSCM SPM 牧者细胞小组事工系区牧侍奉系，请校长拨穗，请陈巧玲主任颁发证书及奖状。学生林丽珍，督导罗金莲，亲善大使奖，以最佳亲和力建立关系，以真诚热情助人，以顺服神差遣回应呼召。学生罗琼华，督导严清辉，委身基督奖，舍弃教职毅然回应神，让基督作王，委身教会，忠心牧养，活出爱主的风范。啊，你们督导要跟着出来哦，你要督导要跟着出来。学生罗雪花，督导罗金莲，高富帅奖，身材高挑，肩负神国使命，个性率真热情，是神国女将领。学生林伟杰，督导罗金莲，热血福音大使奖。伟杰是一个对福音很有热情的人，他不是外向型的人，但一谈到福音，整个人就热血起来，积极往前。好，我们请牧者侍奉系人到前面来好吗？我们一起照张合照。来，学生在下面哦，你们一起要照张合照。对，然后站在你学员的后面。对，好，区牧侍奉系。毕业生见证，请代表罗琼华。喂，校长以及主任，各位毕业生以及所有的家长同学们，大家好。耶，终于毕业了，受苦的日子结束了。哎，你知道吗？其实 MTC 对我来讲就好像是我的野蛮女友一样，第一次跟她相遇就是在新生营，她把我打得遍体鳞伤，然后呢两周的时间全部 OK， 是吗？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
然后呢，第一次呢，我们要约会呢，是一个非常恐怖的约会，四天三夜，立旗营，不带卡，不带钱，不带手机，这么残忍，对不对啊？是不是很残忍？但是这两年对我来讲，这个过程是非常的，很应该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是我生命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在整个授课的过程当中，我看见了好的牧者，他们用他们的生命来教导我们，他们并且将他们自己宝贵的牧养的功课就在课堂里面教授我们。所以我的心得是什么呢？我学习了一个成为一个好牧者的榜样。我们拍手耶、yeah! 我们谢谢我们 MPC 的所有的老师跟师长，确实在这段的期间，他们将他的生命的故事分享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要如何去守望人，如何去看好人，如何去建造人，如何来传扬福音，成为宣教。所以这段的过程当中，他们将他们宝贵的生命的故事跟我们分享，对我们每一个学生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我是一个长老会的背景，过去的教会并没有守望，并没有谈到建造人，也并没有提到看好人的文化，但是在课堂的过程当中，我每一次把领受的这样的一个宝贵的学习就运用在我们的教会，我就开始守望。我也被清辉牧师守望，我也被熟悉牧师守望，我终于发现到在这个牧养的过程当中，成为传道人当中，我并不寂寞，是进入到职场的这个全职侍奉里面，就有一群人陪我走。所以当有人守望我，我感受到那个被爱的感觉，就如同耶稣就在我的身旁。因此我把守望人的这个恩典跟祝福带到教会里面，感谢上帝。在这两年多过程当中，有一个小组，他就传承已经四代的基督徒。阿们，我们拍手荣耀归给主。阿们。所以我也开始学习建造人，帮助人。过去我都对于所有课程的内容不是那样的熟悉，可是老师一而再再而三的督促教导我们，告诉我们说，你必须要按着真意分解真理的道，不能所谓的胡说八道。所以我记在心里面，我知道要建立人是一个伟大的事物，是伟大的事工。因此在每一次的讲授的过程当中，我切记老师告诉我按着真意去分解，感谢上帝，就如此就能够建立教会这个属灵的声量，我们的教会开始有稳定的读经的祷告。阿们，我们再次拍手荣耀归给耶稣。最后最大最宝贵的这个祝福对我来讲，就是宣教跟传福音。我特别感谢主，因为你发现从一开始到至今一直在强调传福音的这个宣教的使命。在过去我们的教会，我的背景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很深的一个信念，因此在 MTC 里面一再强调，我看见同学开始传福音，开始做牧养，然后开始去探访关心，然后就把这样的文化就带到教会里面。感谢上帝，在这段期间我们有许多人因此在传福音看见神迹发生。阿们，我们拍手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所以我要在这里鼓励我们今天所有的毕业生，我们也感谢我们所有的老师，祝福你们在未来侍奉当中靠主刚强。所有的弟兄姐妹们，还有教会的所有的这些家人们，放心， MTC 所出产的产品绝对是最好的耶、yeah! 平安，谢谢耶、yeah, 好，我们接下来 YSPM 青年工人养育系，请校长拨穗，请陈巧玲主任颁发证书及奖状。学生林怡秀，督导胡安林，蜕变奖。虽有软弱，仍然倚靠神，坚持向前走。学生蔡一荣，督导王继轩，跨步奖。倚靠主，跨越挑战，突破自我。学生谢尚如，
督导陈福作，脱颖而出，活出精彩奖。从对自己没有把握信心的生命，活出充满活力、信心、勇气的生命。好，我们请青阳系的学员到前面来，我们要再张合照。你们那个督导等一下要陪学员在上面罚站呢、啊。好，没关系，那一样啊，这样。毕业生见证代表蔡一荣。好，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来自五谷礼拜堂的一荣。好，很感恩呢，其实我在三年前在 H 毕业的时候也站在台上分享见证，如今因为我读了 H 之后，我更清楚我的呼召是什么，如今我也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这三年来在青阳里面的学习。好，那青阳呢，就是在培育青年的传道工人。对，那在这三年里面，真的就像如同刚刚天佑牧师所说，我们建立了许多很好的习惯，我们建立了学习的习惯，建立了灵修的习惯，建立传福音的习惯。好，那我要先来分享，就是在建立学习的习惯的里面，真的我想我们每一个同学最害怕的课程应该是讲道法的操练。我们每一次要预备讲章的时候都非常的紧张，不知道要怎么样从一段经文里面看出亮光，然后怎么样分出主题大纲。然后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比较内向，所以我们要站在台上来讲到，其实也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突破、很扩张我们的事情。对，那我觉得很感恩，就是天佑牧师常常提醒我们，就是当我们分享什么样的道，我们自己也要先亲身经历过、见证过。所以透过这样子的课程，其实我每次在预备讲章的时候，都更清楚知道神对我的心意是什么，也让我自己可以更多的去操练，然后也更多的来为主、来为他来传福音，而为他来见证。真的也很感恩。然后在实习的部分，其实我们在每年的寒暑假也都会有一些的服事的操练。比如说我记得我们有印象一年在寒假的时候，我们到了金门，那时候幸福之家刚开拓，那我们青阳生呢就到金门那里20天的时间，一起去协助信娟牧师还有车刚牧师他们开拓。那在这20天的里面，其实我们都要去发想说我们要怎么样去传福音，怎么样去连接人，怎么样去办活动，完全都要自己去想。对，然后我觉得很突破的是过去的我是属于比较可能被动的人，或者是比较胆小的人，没有那么多可以像在开拓的时候需要一些冒险的精神。对，所以我觉得在这当中也很突破我自己的性格，然后也有机会担任领队的这个角色。那其实我是一个很胆小、很没有自信的人，所以在当领队的时候，在站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带领。但我觉得很感谢神的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当领队的时候，因为我的队员他们可能比较想要玩乐，以为来这里是要玩乐，然后我就在那一次的对公的时间就比较严肃的来讲这件事情。我觉得也很扩张我自己的胆小的性格，真的很感谢神让我可以有更加的勇敢，可以站在那个位置上面。对，那我觉得另外就是也是建立传福音的习惯。过去我们可能没有这样子把福音的这样的生活内化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但我觉得因为有一次有个课程要让我们操练一周，要对至少三个人去讲福音，讲完整的神人罪恩信。那我觉得很感恩的是在这个时候可以更加的推动我去传福音，然后向我的家人来就是来跟他们来分享耶稣。对，那我觉得在这一次过年的时候刚好我就向我的表妹传福音。那因为她有一些的状况，那最近刚好就是她有躁郁症的发作，然后我就更多的去陪伴她怎么样去就医，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情。那
有一次我陪他吃饭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找机会，我要怎么样来跟他讲福音，怎么样能够带他觉知。那我觉得在边祷告的过程当中，很奇妙的事情是他突然就冒出一句说，你相信有神吗？对，就聊天聊聊聊，因为躁郁症的其实他们思想很跳跃，但是他突然就讲这句话，我就很感谢神，我就赶快接着说，是，我当然相信神，那你相信耶稣吗？他说是的，他相信。然后我就赶快带他做觉知，我就很感谢神，就是在透过这样的课程当中，让我可以更多的去为主来传福音。然后他说，就是因为当初我过年的时候跟他传福音，然后让他抽天父的信，他那个时候就已经相信有这一位神了，那个时候福音的种子就种在他的心里面的。真的求神可以继续的来掌管他的生命，让他可以得着医治。那最后呢，我要很感谢学校的每一个老师，每一位牧者都很愿意成全我们青年的工人，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去学习，然后也很愿意接纳我们给我们犯错的机会。对，然后也很感谢我的督导季璇姐，就是很不离不弃的陪伴我，然后帮助我成长。那最后呢，更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工人可以一起来回应主的呼召，回应主的大使命。感谢。好，接下来颁发平日班。SCM 细胞小组事工系，请校长拨穗，请陈福作主任颁发证书及奖状。学生张玉华，督导罗丽琪，靠主得胜奖。突破自我设限，努力追求卓越，这两年所有不可能的都靠主成就了。学生钱永慧，督导孙金凤，蜕变更新奖。向神自省，破碎自己，学习谦卑顺服，一生爱神爱人。学生曾敏慧，督导钟文慧，认真跟随讲，喜乐学习，勇敢分享，认真跟随，爱神得神喜悦。学生廖丽玲，督导林淑霞，苏秋霞，认真学习奖，目标明确，努力不懈，坚持到底，为主着迷。学生唐文静，督导孙启林，就是爱奖。无畏世事险恶，只为主全然火热。学生李惠梅，督导季雅萍，情意绵绵奖，喜爱灵修祷告，与神对话。学生胡婉琪，督导廖嘉轩，生命要进奖，依靠神突破生命，积极去赢得灵魂。学生陈永义，督导黄仁鹏，属灵猛男奖，殷勤操练属灵肌肉，传扬福音不遗余力，地表最帅。学生洪余宁，督导罗秀美，坚持奖，效法耶稣，甘心乐意侍奉神，背起十架，全心顺服跟随主，付出代价，成就旨意，舍己意，
中心尾声如追穿耳音穿手，学生林美智督导陈福作，神国女侠奖，坚定跟随，坚持到底，为主得人，赢得奖赏。学生顾文娟督导莫凡比，本土市场宣教士奖，在市场卖菜的时候，总是不断地告诉往来的人们，耶稣爱你，上帝祝福你。学生黄怡红督导陈佳慧，浪子回头金战奖，浪子回头更成为神国精兵，如同黄金一样的宝贵。好，平日班慢慢到前面来。好，学员站下来一个。好，督导站在后面来拍一张合照。全勤奖钱永慧、曾敏慧、洪余宁。好，我们请主任来颁发我们的三位学员的全勤奖。就是没有请过任何一堂课，全勤。洪余宁是五个小孩的妈妈，他既然没有请假，当然，好，来拍张照，红包。毕业生见证代表曾敏慧。大家好。我没有像华哥、怡蓉那么厉害，我必须要看草稿。不好意思，我就照念哈。我是五股礼拜堂今年 NTC 第十七届平日班毕业生敏慧。首先，我要再一次的感谢神柔软我先生的心，让他愿意让我来读侍奉学校，接受装备。在我还没来读之前，我是一个很自卑、很胆小、很没有信心的人，因为原生家庭的关系。我国中毕业就出来工作，所以能够读书学习，像上学一样，每次都充满期待。我也很享受在这当中。因为自卑，我对自己很没有信心。回想以前在小组，只要有服事，我前一个礼拜就会睡不好，很焦虑也很紧张。我很怕上台，我怕做不好，总是希望快点结束。自从上了侍奉学校的课程，开始操练我的祷告和敬拜。我学习依靠神，将眼目定睛于神，让圣灵带领而行，服事也不再紧张和害怕了。家人也发现我的改变。在课程的学习当中，我印象较深的是操练倾听神的声音。刚开始的时候，我很难专心。后来过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有一天又为了长辈的事情，让孩子们受不了，跟我抱怨。因为我的公公是一个很大男人主义的人，他很严肃，规定男人不能做家事。嫁过来三十年，之前一边工作，一边要忙着做家里的事，我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公公又很爱嫌东嫌西的，老实说我很怕他，因为每次他开口跟我讲的话都不太好听。所以我隔一天早上，我就来到上帝的面前，我就跟神抱怨说，为什么都是我，
已经承受30年了，到底还要持续多久？神很清楚地让我看到异象，他让我看到我的儿子从9岁得了癌症到如今，经过4次的复发，神在每一次紧急当中，他是如何的医治我的儿子。他很清楚知道我很爱我的孩子，他要我学习先饶恕，再包容接纳和爱，因为神也是这样爱和接纳不完美的我。当下我哭了很久，渐渐的我明白神的心意。这次的倾听神的声音给我很大的帮助，让我心态有很大的改变。我也学习饶恕公公以前对我造成的伤害，学习接纳包容我的公公。后来慢慢我的发现，我就比较不会抱怨了。后来又发生类似的事情时，当孩子又跟我抱怨时，我就会换站在公公的立场说好话，孩子们也较能够明白接纳公公了。在这2年的期间，我的灵命不断地被喂养、建造、更新，生命可以被调整、破碎、修剪，而让自己可以更进步，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而且我非常喜欢读圣经，所以不止在读书时，我很喜乐。回到家做家事的时候，我也很喜乐。对于可以来学习，我真的很感恩、很珍惜。因此，在家中我常常分享所学习到的，家人也很习惯听我的分享。每一个牧者传道的教导，不只可以让我对神有更多的认识，也更明白圣经的真理，知道读经是有方法的，而让我更加坚定我的信仰，不只是要完成大使命，去传扬福音。在生命的重整营里，更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命定。在这2年当中，我听到有些老师之前有很好的工作，收入也很不错，但因着神的呼召而愿意放下之前高薪的工作，而委身在教会服事，让我既佩服又深受感动。我真的觉得很不容易。老师上课幽默又风趣，笑声不断，为人很谦虚，是我学习的好榜样。老师在课堂上所讲的见证也很激励我，来上课又可以认识到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学习，一起祷告，一起敬拜，也一起考试，一起聊天，真的是太棒了。总而言之，我很开心能够读 NTC。 你们心动了吗？快来报名，相信你们会有更多的收获。期待看到每一位神的儿女都能够接受装备训练，好将来能够被神大大的来使用。耶、yeah! 谢谢。耶、yeah, 真的看到我们 MDC 的训练是这么的有果效。对，等一下记得报名哦。好，接下来 SHCM 假日班细胞小组事工系，请校长拨穗，请刘平尧主任颁发证书及奖状。学生郑淑慧、督导张云曼，中心爱主讲，渴慕善功，忠心执行，使命必达，爱主爱人。学生善智人，督导陈以乐，海绵宝宝奖，渴慕了解圣经真理，吸收神的话，如同海绵吸水一样。学生陈杰恩，督导陈嘉玲，世界第一正女儿奖，有怀抱世界正直以神为第一的心，是神所爱的女儿。学生吕恩雅，督导林怡秀，生命蜕变奖，依靠神，生命突破成长，侍奉充满活力，顺服神带领。学生詹慧雅，督导伍良轩，不畏惧，勇往直前奖，面对各式各样的考验难题，
勇敢面对，靠主得胜，越挫越勇，越战越得胜啊！学生宋于轩，督导史云、吴安林，努力不懈奖。过去学习过程中，虽有许多挣扎，但见看见于轩都愿意调整和面对生命不同时期的艰难。学生赵炯耀，督导陈思瑜，紧抓耶稣奖。在生命的摩挲中，知主同在，跟随神的心更加坚定。学生陈凯如，督导周丽玲，圣灵友好奖。越来越相信，越来越倚靠，尤其是与圣灵的关系。学生陈志渊，督导潘一成，仁爱奖。用心关怀小组弟兄，使生命改变。学生萧敏宏，督导陈汉林，甘心乐意奖。甘心乐意奉献时间、金钱，用在神的家中。学生林春美，督导汪燕秋，勇往直前奖。清楚自己所要的，坚定与神同行，在爱里没有惧怕。学生廖坤贤，督导罗金莲，自选取胜奖。聪明选择上好福分，投资天国超优股，走神道路，装备为主用，与家庭工作服侍，齐蒙恩福。学生叶继如，督导刘平遥，忠心跟随奖。忠心爱主，不畏艰辛，紧紧跟随，深得主心。学生徐真佑，督导邱慧璇，谦卑受教奖。有能听的耳，受教的心，生命侍奉都显出美好见证。学生翁婉如，督导戴林安，有求必应奖。面对小羊的需求，赴汤蹈火，有求必应。半夜要吃海底捞还是急诊陪等，需要在哪里，婉如就在哪里。学生李志忠，督导庄文琪，最佳神助攻生命突破奖。侍奉助攻当操练，承接领袖没在怕。学生萧逸婷，督导郭婷巧，神采奕奕奖。逸婷因着神容光焕发，因着爱生命发光。
学生周思杰，督导梁秋珍，米其林三星奖，在天国的宴席上为主烹调出绝妙滋味的生命料理。学生陈以信，督导林启忠，福音推销王子奖，不止推销房屋，更会推销福音，把好消息介绍给更多需要的人。学生黄汉佳，督导陆静秋，信心英雄奖，跨越限制，突破自我，单纯顺服，奔跑天路。学生范格格，督导陆静秋，大能勇士奖，坦然面对生命光景，为主刚强，站立得稳。学生康慧平，督导袁碧珠，勇于学习奖，追求神国奥秘，学习装备自己。学生庄春茂，督导袁碧珠，热爱服事奖，服事人如同服事神，忠心良善的好管家。学生李伯君，督导林梦哲，学而不倦奖，终身学习，很值得我们敬佩哦。学生李秀春，督导林石淑珍，积极福音热情奖，爱神爱人，随时传讲神的荣耀，见证神的慈爱恩典。好，我们请假日班的学员往前面靠哦，我们要拍大合照，是比较大的工程哦。对，你们就跟着督导哦，督导就跟着他。可以吗？可以哦。我是叫问摄影的可以吗？等一下等一下，好，全勤奖证书会
叶静茹、庄春茂。好，请主任颁发假日班三位学员的全勤奖。好，全勤奖拍照，来看这边。毕业生见证代表叶继儒。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假日班的学生叶继儒。当我在预备今天的见证的时候，我就在想说，那我要讲什么？然后就看到了我们的 DM 上面写了生命的更新，那我就回想，那在这两年内我的更新是什么？那我觉得我最大的更新就是我有很多的扩张。那我今天想要来分享我的三个扩张：服事上的扩张、生命上的扩张跟与神关系上的扩张。第一个想要说的服事，谢谢大家。第一个想要说的服事上的扩张，是从去年五月开始守望我的小羊。但其实我是一个不太跟人接触的人，也会排斥跟人接触的。所以当我要开始守望他们的时候，我其实不知道要跟他们聊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关心他们，我也不太用 LINE， 就不太回讯息的人。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要怎么样进入他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在守望的时候，我真的体会到一个当妈的心态。他们不读经怎么办？不祷告怎么办？不参加主日怎么办？他们之后谈恋爱了，我要怎么办？就是开始想这些东西。但我是真的把他们放在我的心里面。所以开始其实在跟他们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不太懂得怎么用方法，所以我就很像老师一样，就说你要读经啊，你要祷告啊，你要参加主日啊。可是这样反而却把他们越推得越远，关系反而更远。当我开始去了解他们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不灵修，那为什么他们参加主日不会想要来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去了解这些原因之后，我们再陪他去疗愈他的伤口，陪他去突破这些问题跟困难。所以很感谢主，真的他们现在很愿意的主动跟我敞开分享，也会主动说，哎，记录我们要不要去吃什么东西，我们要不要去聊聊走一走。所以虽然现在我觉得我在守望上还有很多需要学习跟成长的，但我开始看到他们跟我说，记录我也想要进步，我也想要跟你一起努力的时候，要看见他们的生命当中发生的蜕变，开始从负面的情绪开始感谢主为他们的环境来数算恩典的时候，看到这些蜕变都让我非常的感动，就觉得比我自己的祷告成就还要更兴奋的那种感觉。我虽然其实不太会什么样的技巧，可是我有一个就是真心爱他们的心，也他们也可以很感受到我是真的很用心的来爱他们，所以我们就可以一起的走在一起。对，那第二个我想要分享的服事上的扩张，是我在今年一月成为了小组长。其实虽然在读 MTC 的时候就会知道说，哎，我们在预备有一天可能会成为小组长，但是我想说，哎，应该也没那么快，而且我进教会也才不到两年的时间，我想说怎么可能轮到我，然后而且还有很多来教会更久的人，我觉得不管在经验上还是知识上，我都觉得我是很多的不足的。可是我觉得神很大的帮助我，有一群真的很支持我的受儿小组的组员们，真的他们真的很支持我，不管我要做什么样的决定还是我很害怕的时候，他们就会一起跟我往前走。真的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所以我们现在小组关系越来越好，而且我们还有稳定的新朋友跟我们一起聚会，真的让我非常的感动。对，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在成为小组长或者守望人的时候，或是我其他的服事上，都让我深深的了解到神是真的很愿意使用每一个普通人，只要你有一个愿意的心，他就会愿意加添力量在我们的身上。
那也不要用自己的想象而局限的否定自己，因为神的意念远高过我们的意念。第二个我要分享的是与神关系的扩张，透过倾听神声音的课程。透过这个课程呢，它会让我们操练跟神更有关系，而且是双向的关系。因为我不只是我们很渴望跟神对话，我相信神也很想要跟我们说话，可是我们需要愿意付出时间来好好的听他跟我们说话。那透过倾听神，让神不仅安慰我，他也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他就带领我，让我每一次都可以再次的经历到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然后透过内在生活的课程，我开始学习赞美感谢神。当我开始赞美神的时候，他就帮助我的眼光可以放在他的身上，然后学习真正的完全交托给神，而不是我背着包袱还坐在计程车上面那个图，不是，而是我可以真的把那个包袱给放下。他让我可以真的从他充满的喜乐，而那个喜乐是环境就算再次的抨击我的时候，我还是可以再站立起来的喜乐。好，然后透过课程的操练，真的让我跟神越来越亲密，更深的紧密关系。那第三个生命上的扩张，我想要分享的是，我是一个比较自卑、害怕面对人群，也不擅长跟人建立关系的人。但是身为基督徒，就是要跟人有关系，不可以自己关起来这样。所以常常有新朋友来啊，或是现在是小组长，我都要强迫自己去跟朋友、去跟新朋友讲话啊，不要，我很害怕，不行，你要去，就是在这样子内心一直很挣扎、打架的状态下，我还是会去。尤其是在参加很多的大型聚会啊、营队，或是像现在做分享的时候，我都在想说，我不能拒绝吗？我不能拒绝，可是我害怕，我紧张，我不想去看，可是我要去，就是在这样子很多的挣扎之下，我就会想到 NTC 的精神是主动积极，对，所以我就会不放过每一次可以迎上去的机会，突破自己的舒适圈，勇敢的走出去。我觉得对我来说，读 NTC 就像是火车行驶在轨道上，可以让你有方法的往前行驶，可是它不会轻易的脱轨。课程只是一时的，但我的生命成长更新却是可以影响我一生的。虽然刚开始读的时候我常常听不懂，压力很大，但我也告诉我自己，我就是要来学习了，我来读了，我就是要带东西回去，才不会浪费这两年。所以读 NTC 让我宛如打开了一扇门，更快速的认识自己，也更认识神的那扇门，也明白毕业才是开始，往后有更多的挑战和困难，但这两年的学习会成为我的基础，和我一起往前走。我还记得我读 MTC 的初衷是更认识神，更认识这份信仰，也更认识自己。耶、yeah, ，很开心我毕业了，我也达成了我自己的目标。但同时我更感谢，因为有神、有督导、有组员，还有同学们的互相鼓励支持，我才可以顺利的毕业。生命的更新从你愿意勇敢跨出去开始。所以毕业还没有，所以招生还没有结束，等着就是你。对，谢谢大家。好，我觉得我们呢学校的学生都非常优秀，都懂得要招生。我们现在就要来招生。那个你还没有读过 MDC 的举手。现在都不敢举手了哦，所以我们把门关起来了，就是你们如果不报名我们就不开门哦。但是我觉得我们当然有一些影片我们也就不用再放了，我觉得刚才听到那么多人的见证，我觉得真的就是你一个决定哦。如果你知道他还没有就读过 MTS， 你可以现在跟他讲，现在只差你一个决定了哦，真的只差一个决定。我觉得任何困难呢，上帝都会在这当中来帮你排，就是离开，
只要你有一个决定，你也可以像今天所有的毕业生一样，他们在这当中做见证，他们在那里领毕业证书，他们在这当中决定他们这一生要服侍神。阿们吗？好，那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整个那个 MDC 的各科系的报名7月30号截止，只要7月30号之前所报名的都是早鸟价，这样懂吗？7月30号，然后7月31号我们就会有面试，等于说如果报名的连结，你就在这当中连结报名。那当然我怕你们呢把感动离开了这个门以后就怎样，就不动了。所以呢，如果你有感动，等一下我们会后呢在外面有一个意愿调查表，你就把它什么写上去哦。只要你写上你的意愿，写上什么你的所在教会还有联络的方式，把意愿调查表写上去，我们呢特别就送给你们腰果一包。你看今天来的人多好啊，对不对？哦，那个，那你说我帮别人写可不可以？可以。有些人他可能没有来，可是你觉得他要什么，你还是想要鼓励他读啊，哦，你就可以把你的意愿嘛帮他写上去，我们一样怎样，腰果一包会送给他，不是送给你哦，不是你今天怎么样，你干脆把教会里面的名录拿出来抄好了。哦，你只能够你为他写，然后呢你也可以那个腰果去给他说，我今天呢很有感动，我就是要来帮你报名。哦，那当然我们这些意愿调查表出来以后，我们会整理，我们给各教会的牧者。哦，那希望教会牧者能够做最后一波的推动。阿们吗？哦，跟你旁边讲，我们一定要推动人来受装备。好，最后呢就是我们整个这个毕业典礼的最后的重头戏，还有我们呢要在这当中呢真的来差派，来在这当中能够希望这些毕业生能够在这当中呢受到我们的差派，我们的按手，他们将要走上侍奉的道路。所以好不好，现在请毕业生到台前来，所有的毕业生到台前来。那如果刚才你是那个乐团的毕业生，麻烦也到乐团这个位置来，到上面来，到上面来，然后给我们第三首诗歌好吗？哦，对对，你还是穿着毕业服上来，对对对，可以不用戴帽子啦，方便嘛。好，当然戴了就戴了，来，好，到上面来。啊？不用不用不用。然后拉开一点距离，前后左右都要拉开距离，也可以下来，也可以下来，也可以再下来第一排，对，拉开距离。因为我们等一下我们要邀请这里的我们的督导还有我们的牧者同工，你们的教会的牧者可以上台来，来为你们按手，好不好？这个时刻好不好，你们的教会牧者还有我们的督导好不好，也到台上来。我们希望每一个学员旁边都有人，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学员旁边都有人。如果你是小组长的你也可以到台上来。每一个学员旁边都要有人。对。你要认到你的人，认到你的羊。还有这些我们这个服侍的毕业生，你看他们多伟大，我们也要有人为他们按手。还有我们不要忘了，这里还也有一些好，都有人了吗？好不好？好不好？我们现在，我们要按手为他们祷告，我们要按手为他们祷告。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要把他们差派出去，我们要让他们在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岗位，真的他们要为主真的继续的燃烧，他们要在这个当中继续的在这当中来传扬主的福音。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哦，哈利路亚，主是的，主啊，真的是你在这个当中来保守他们，主啊，这个保守，主啊，在我里面，哦，主啊，在主爱，哦，主啊，在里面，主啊，主啊，在这个当中，圣灵与他们同在，主啊，你要在这个当中来祝福他们，主啊，是的，让他们，哦，主啊，真的是有满满的，主啊，你的，哦，主啊，同在在这个当中，耶稣，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哦，哈拉巴萨巴拉巴拉巴拉格里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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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哦，哈拉巴萨巴拉格里格里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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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哈利路亚，阿门，阿门，阿门，哈利路亚，是的，赞美你，把儿子啊都要交在主你的手中，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耶稣，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是的，赞美耶稣，阿门，阿门。是的，主啊，你说我们要求庄稼的主把功能打发出去，主耶稣，我们今天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主啊，我们要把这些，主啊，这2022年，主啊，从 MTC 毕业的每一个学员，我们都要在这当中打发他们出去收割主你的庄稼，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看见，主啊，你的主啊，你的圣灵使他们生命改变。主啊，我们看见，主啊，他们在这当中心里有一颗火热的心。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你与他们同在。主啊，保守他们，主啊，让他们可以在这个当中，主啊，成为盐，成为光。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你来帮我唱一下。让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唱。我愿将灵魂放在心上，让世人成为我心上人。因为主耶稣去世万民做，好，我们请督导先下去哦，那个学员还是继续留在上面哦。哦，督导，那个送花等一下来，嘿，我们等一下有送花桥段呐，嘿。哦，我们学员留在上面，我们督导下去哦。主门徒，渴求主改变我，粉碎我自私的心，让我更
体会你爱世人的心。典礼呢将近尾声了，那我们也真的在这当中，我们祝福这一群的毕业生，也在这当中希望我们真的这一年一年来，我们有更多的精兵被训练出来，有更多刚强的基督徒可以在这当中为主发光，好不好？最后我们要请陈福作牧师来为我们祝祷。好，我们要一起低头，请在场的不管是亲友团、督导，还有各位宝贵的家人，我们一起低头，我们要为今天的聚会来最后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这样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摆在那摆在前面的喜乐，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结束，我们把这群你所训练的精兵，在你眼中耶和华的军队，交在你的手中。今天是他们结束他们学习的日子，主，你让他们在这两年的过程当中，他们愿意放下属世所有一切的残累，脱去那些残累他们的罪，存心忍耐奔跑 MTC 的路程。主，我相信你要为他们预备将来一条属天得胜的道路，知道这条道路当中会有苦难，就如同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受的苦难，但是感谢你，因为在前面为他们预备了那说不尽的喜乐跟得胜等候着他们，让他们愿意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里面，主啊，他们存心一起愿意来走上你为他们所预备的道路。孩子，把这群毕业生交在你自己的手中，你在他们生命当中不同的时刻做了许多美好的建造，透过真理，透过圣灵，透过侍奉，透过生命的更新，叫他们的生命一天一天越来越像你。孩子，宣告他们要成为耶稣的手，成为耶稣的脚，成为耶稣的心，去到神所要他们所去到的地方，把耶稣的爱分享给那些需要耶稣基督的朋友们，不管在台湾，不管在国外，神使用他们每一位，让他们完完全全烧尽一生为着他们所爱的耶稣基督。谢谢主，听我们为这些毕业生所献上的祷告，也纪念所有在我们当中抓抓这些参与的每一位宝贵的家人，让 MTC 这个抓成为主的门徒完成大使命的精神永远在这个团队的当中，也在所有一起愿意跟随这个意向的所有的你所爱的儿女们的身上。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接下来我们要拍一张大合照哦，就是这一届2022年的毕业生大合照。那个你们的花可能要先拿掉、哦，不然等一下你们有花，为什么别人没有花？这样怪怪的。先找一个人先拿一下，好，先拿一下。等一下拍完照就是献花的环节哈、哦。来来来，凡凡靠，凡靠近好吗？集中靠近，集中靠近。来来。哦，这次对2022年的，对对对，你们这些、哦、我们辛苦了，辛苦了哦。对，没关系，有帽子没帽子也还好啦。我们这现在帽子不代表。哎，那个有些
赶快想办法把头探出来嘞。好，来先拍一张戴口罩的，来先拍一张戴口罩的，对，戴口罩的。可以吗？好，脱口罩，闭气。好，戴口罩。好，现在开始献花团结。好，献花送礼物。哦，你们看，拉开距离啊！你们要拉开距离，要献花，你们要带礼物啊！哎，耶，赶快，赶快！